8:37，我们来到这个垦丁，森林游乐区，要准备进来去了。今天是2014年9月1日，星期四的上午，我们来到国家森林游乐区。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这里的停车场现在尚未有游客，而且正前方是售票处，这是大门口，等一下从这边进入。这边售票处一般门票100块，半票75块，优待票10块钱。从这里进入，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，从这边进入啊，要量一下体温来，这要量体温，已经进来了。左边的这边是植物区，这边是植物区啊，这边有导览图，要走森林步道，走森林步道了，然后在里面走，我要带起来，我要带起来，在包包里面。等下去到那个，去到阿里山还要用。现在的时间是8:45，我们已经进来了。有台湾猕猴，这边有台湾猕猴，已经爬到树上去了。台湾猕猴家族啊，爬上去了。他看到我们来了，赶快离开。台湾猕猴，森林步道，台湾猕猴，往里面走。很多咕咕咕咕咕咕，好像像敲木鱼一样，那都是古色鸟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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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国家森林游楼梯前面又有猕猴，猕猴家族。现在的时间8:58，快要9点了。走，往里面走。没有看到猴子了，猴子跑掉了。猴子跑掉了。看到没有人才跑出来的。这个森林步道，前往这片区域。很有的走，这个就只是我拦着了。那个树头啊，缠绕着奇形怪状，缠绕着奇形怪状。缠着树干，天气阴阴的，还好不热。我拿那个雨伞多此一举。打蚊子？打蚊子啊！宽容很有的走，400公尺啊，400公尺接近半公里啊。一小撮香蕉，这个香蕉家族，一小撮，生生不息，大大小小的一堆在那里。
近啊，只有丛林鸟叫声，没有人的声音。那现在是九点两分。进来去游客中心，吹吹冷气一下。那冲啥小？啊，往里面走，往里面走。进来去参观，吹吹冷气也好。历史人文龟仔社区遗迹，看看，那个有原住民参与，哎呀，肯定的哦，对，肯定参与。垦丁森林游客中心，这是陈列的以前我们先人所用过的东西。这个是白布蛇，白布蛇图腾。走进热带花木森林，这里是垦丁森林国家森林游乐区。那边有影片好欣赏。台湾是从海底浮出来的一块土地，啊，站在岩石上，啊，这个岩石都被风化了。海水的侵蚀，风吹日晒，欣赏这个美丽的海岛风光，这潮间带。这个是木雕，木雕，一个老公公。这木雕奇形怪状，照着它的形状去雕刻出来。那个台湾猕猴，啊，这台湾的台湾鹿，这个应该是三枪。这鹿，梅花鹿啊，不是三枪。森林保育新课题，近年来频频发生台湾猕猴侵扰农地，梅花鹿与山猪过度啃食，延伸直播，影响延伸、植被、生长与演替等问题。
一起守护这片森林吧。这是台湾森林的原生种。这是二楼，二楼展览馆。国境之南。原生珍稀植物园植物展，这是原生种的。稀有，因濒危植物的庇护所，这边在孕育着。进来去参观，进来去参观了。这里面有空调。控温，参观方向。粒粒皆辛苦啊，桌上盘中物，粒粒皆辛苦。这些植物啊，台湾原生种植物。南北大不同啊，因为气候的关系，南北大不同。南北大不同。外面走出去了，台湾猕猴啊，趴在那树干上，台湾猕猴那边又有一只，两只有。三只哦，那边又有一只啊，树枝在动，那一只跳过去了，它跳过去了，啊，原来一个，你看哪已经能出来了。趴在那边趴着，很瘙痒。蓝蚁植物区，蓝蚁植物区啊，观海楼。
关海楼在整修啊。9:50，我们来到这里了。那前往观海楼啊，听说观海楼在整修。快要到了，观海楼快要到了，那边有洗手间了、啊。哦，这棵树有够大，有够粗大，哦，非常的健康，非常的健康啊！我们从那边走过来，现在往这边走，往这个方向走过去。非常的巨大，这棵也很巨大。啊，非常的健康。非常的健康。9:51来到这里了。9:51啊，来到这边是观海楼。今天是9月1号，啊，星期四，我们来到了这个观海楼。听说观海楼在整修，观海楼，这边有银龙洞啊，来，来进去走一下。啊，银龙洞，就，啊，里面很凉快哦，哎，一闪烁起来。10:15，我们从那边观海楼躲到这边来了，那往这边走下去。10:15走下去，来了。前往游客中心了、啊，这条路通到游客中心，一线天没去，那太遥远了，要从那个游观海楼那边穿过去，观海楼那边穿过去，然后到一线天，绕一大圈。绕一大圈。这里面有很多蚂蚁，那个小小只的红蚂蚁，你踩到它，它就咬你，很恐怖。真是下山坡，这都是阶梯啊。这阶梯蛮平坦的，蛮好走。
钓做栏杆。有栏杆了。对，阴的很，不会热。这条路漫漫又长远，但是没风，多风啊！一步登天，好了。我就跟你讲，上次从这边走下去，跟着我们一起走过去，我再从那边这个植物中心这边走下去就到了。树木倒掉了。不会进入啊！哎，怎么比较憨憨一样？那植物中心了，就是憨憨。刚才有去参观了、这树干都很粗，树干都很粗壮。非常的健康啊！我们是从那边走过来，现在要往这个方向走出去，走到游客中心。回到天津航，然后回到天津航，现在要准备要往阿里山去了。走到这边现在几分？10:20。10:20，我到来到这个花卉中心，花卉植物中心，前面就是云雾中心。那边的哈，右边的那边就不要去了，我们直接往左边走。往左边走，直接到停车场，直接到停车场。来，这树很枝干很粗壮、非常的健康。非常的粗壮。10:20，我们来到这里了。我们要继续走那个林荫道，游客中心。下次再来了。我们已经参观过了，我肯定了，国家森林游乐区。我这个森林步道比较凉快。来，我把这个垃圾放这边，我这个资源回收的。森林步道。有台湾猕猴，刚才在台湾猕猴嘎嘎叫，那是猴老大，
啊，右边的哈是植物园，植物园，我们不参观了。是台湾原生种植物园。工作人员呢，进进出出啊，有人抄近路啊，走这个马路比较快。那些植物没有喷水啊，没有下雨啊，干旱会死掉。哦，10:30出来了，现在的时间。刚好10:30，出了大门口了，出来大门口喽，那他离开了。